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蚩尤青岛，小编带您青岛蚩尤。这两天小编去旅游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处78块钱就可以吃十几种海鲜的海边自助餐，赶紧推荐给大家。对，没错，您只需要花78块钱，十几种海鲜烤肉、牛羊肉火锅、糕点、新鲜水果、冰激凌、奶茶、可乐等等，敞开吃喝。小编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，餐厅里坐满了来吃饭的人。收银人员说啊，他们这里第一次来是78块钱，吃完之后预付下次的可以优惠10块。接下来我带大家来看一下，这78块钱能在这里吃些啥？这个是一些，肥牛啊、羊肉之类的，还有猪五花。然后这些是海鲜，包括蛤蜊、扇贝、海蛎子等等。笔管、八带、海蛎子，还有各种绿色的蔬菜。这些呢是水果，还有生吃的甜虾。这是火锅的调料，然后呢，这里还有生鱼片。这些呢是中式的一些食品，有排骨、棒子骨、豆腐。然后呢，这些呢是一些炸制的一些食品。这是冰激凌，还有西式的糕点，这些呢也是中式的一些食品。这里呢还有一些虾滑之类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是来晚的话，可能有一些已经被抢光了。这个地方呢是做熟的一些海鲜和烤肉的区域，烤肉的师傅正在烤肉。这个地方呢是各种饮料。接下来是我们选择食材开始吃饭的时间了。先选一些肥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坐下来了啊，我们选了哪些食品，包括西瓜、各种水果、哈密瓜，然后呢还有大虾、扇贝、烤肉，还有棒子骨、排骨，还有各种丸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挑的海鲜，我感觉还是比较超值的。你看他们这个扇贝还是比较肥的啊，然后吃起来呢也比较感觉比较新鲜。然后呢，这是海蛎子和一些笔管，这也是我要的烤肉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肥牛等等啊，就是下在锅里，然后就准备吃了。这些牛羊肉呢，感觉也比较新鲜，味道还是不错的。我们把海蛎子也下在锅里，捞起来就是一锅鲜啊。大家如果在青岛或者想来青岛旅游，欢迎关注我，我会持续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实惠又没有套路的好地方。